要给大家推荐一些，真多吗？哇，这个是18K 的 Acquire 真多吗？230一对，六个米，有钻石，18K 真多吗？哇，皮光非常好，仅有几对，230仅有几对，多的没有，非常漂亮。好，然后这个真多吗？那这两串都是590，7到7.5，然后下面有一颗大珍珠，这个扣可以扣这里，扣这里，长短都可以不一样，590，这两条都是590，然后这个30寸的才520，只有一条了。这个强烈推荐，这个17、18非常大，大七 D 珍珠，特价499，这些本来都要很贵，这个你可以拿来做 design， 很特别的。这个是渐变的，999，渐变的，这些材料基本上是16寸的，这那有各种珍珠，有 Acquire， 有大七 D。这个好像有两条，哇，这个也很超值，这个才380，12.5到7.2到12.5，380，真多吗？好似今仲有啲系咪？7到7.5，499，亮度非常高的，真多吗？然后这个才390，8到8.5，真多吗？有些人叫奶奶灰、铂金灰，这个950，是 multi color 渐变的。一个打好，每一都一粒粒做出来，打了前面。渐变的 ，OK， 好，然后这个8.9，8到9厘米，499，也是长的，这个就20几寸了。然后这个7.5到8，480，应该我觉得还有，今次好像都有啲真多吗？这个999，今次买咗仲剩得两条咯。哦，仲得。系啊。有冇喺度啊？有就攞埋嚟。咪俾咗你咯。俾咗我，哦，已经放住了。喺呢度咯。就这么多真多妈啦，因为每次都卖很多真多妈的。耳环也有 ，OK。耳环也有真多妈，好。暂时就这么多了，货源有限。最近我们。真多妈。这也是真多妈，对。最近我们珍珠卖的很好，因为。很多我们很多地了跟我们拿，因为这居雷也卖珍珠了，居雷已经去养猪了，所以他就很多地了跟我们拿货，8.5到9，7.9，真多吗？7.9一条，799，珠光都很好的。所以我们最近批发珍珠批发很多，这个应该是999，这个圆度很高，帮我打一下999。对，当然最好的还是顶级的也没有，就这些了。对，我们目前天女珠已经通通卖了，就是还有Rose 珍珠就2999。对，有兴趣的朋友们请订阅频道。对，订阅频道加微信啊，这个对，让我们这是Christine. 对 Christine.